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 Finus 啊，多谢大家对我哋 channel 嘅支持。咁我哋响度生活 handle 咧，终于有第一次嘅实体活动啦，就会喺今个礼拜五六日喺中山石岐华发商都嘅户外商场嗰度咧，就会参加一个名为奇闻共享文化兴盛嘅创业市集，到时我哋就会同一个中山嘅文创品牌合作，做一个联城嘅推广啦，亦都会有一啲实体嘅产品发售。而有啲咩产品发售呢？就卖个关子先。而中意行夜街嘅朋友呢，亦都可以过嚟行下街，行下呢个市集噶。因为市集系夜晚6点至到9点半开始嘅，大概有60几个摊位，主要系卖一啲文创嘅产品嘅。咁就欢迎大家可以食完个晚饭呢，就再过嚟支持一下我哋啦。咁但系喺香港嘅朋友呢，就唔使失望嘅。咁我哋会将同品牌合作呢，都会拍片俾大家睇嘅。咁就透過我哋嘅 YouTube 啦、西瓜視頻同埋 B 站咧，都可以睇到我哋嘅片嘅，咁就可以方便到無論喺香港定係內地嘅朋友啦。好，咁我哋就今個禮拜五六日夜晚6点鐘同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